哦，我可以动耳朵。哦，这个也算才艺。来来来，算算算算算。你们也会吧？会啊。我不会。你动一下。等会儿。哦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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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啊。可以。对，我只能动这边。哦，那你稍微有点残缺。你会动出节拍吗？对，你要动出节拍，可以动出节拍。那这样，那就酒醉的蝴蝶好吗？太土了这个。嗯，哎呀，你还不愿意跟啊？哦，你洋气哦。那我来给你表演一个啊。咱们也哎呀，很突出。花花的世界，原来我一直不是。酒醉的蝴蝶，你的那一句誓言。你的头发也跟一块，关键是刘海也跟着一块儿动，可以可以，可以，哇塞，汉哥你这样，你这一招真的，这算是心动的信号最精彩的才艺了吧？哦，前面也很精彩。哎，他们有的人能把两个眼珠就分到这儿来，不可能，那是假眼睛吗？是真的，动起来了，哎，可以，我可以。这不可以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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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种才艺好没用啊，能干什么这呢？但是这种才艺在必要的时刻还是有用的，你看。比如说在这个时刻。对呀，是不是？能不能奖励我一颗呀？那不行，没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等一下，汉哥不要着急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大招，跟原石息息相关。我跟你说，只要有你们这帮人在的话，我不可能拿到原石。